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台北 A 的导演杨顺清哈，我看了刚看了那个 Peanut 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 Peanut Bosch 是舞蹈剧场的创办人哈，Wim Wenders 来拍他，我想是最棒的组合，因为他们当然都是德国人，而且他们，我想他们都是对现代艺术非常非常有深刻的体验跟表现的人在这里面我想你会看到Pina 就像一个画家一样，那就像一个诗人一样他有时候又像一个戏剧家，然后又像是一个演员，他有大量的情绪，大量的感受，对这个世界表达他的意见，然后透过跟他一起合作的这些你叫他演员也可以，叫他诗人也可以，叫他舞蹈家也可以，反正这就是一个很综合的、很现代的，代表20世纪我觉得最高艺术境界的一部电影，也是记录一个舞蹈家的艺术成就的一部电影，大家不要忘了6月8号，到国宾长春来看《Pina》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推荐，台北所有喜欢设计电影、喜欢诗、喜欢服装设计、喜欢所有跟现代艺术相关的人来看，非常非常棒的一部。